去年看联谊赚了100多万，现在叫我今年不要联谊，断财，你断我财路吧。你这样，老师，我是希望你，我要把你 IG 取消喽。你有笑这样，今天用些回来。那你们不要选了，帮我们两个一起删一下，不好意思。中奖是选学长 ，OK， 学长，学长，学长，他这个也是哦，来。不要生小孩。哎，那第四个是不是出家啊？这是什么问题？错了，另外一个在准备不要离，不要结婚，不生小孩，立地成佛，出家成佛。我来解，修仙成佛。万一他就是在今年他就受孕了，那你家不要生小孩。对啊，憋着。不小心，其实我们是通过这个来推算自己的心态嘛？为什么不要生小孩？心态是我的生活还不稳定，这个不稳定不是说我可能没有钱啊，或者是我居无定所，不是，是我心态就是我想要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他女朋友已经怀孕了耶！哦，真的假的？嗯，哇！但是，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看不到我女朋友是谁。我要取消，取消你的关注，我要取消关注。反正我的兄妹是肯。节目要改成同学不惜地了。双子座的感情危机。礼拜四录10集，是10集。游乐园，中央有要生小孩吗？今年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可是你有固定男友吧？没有，现在都没有。哦，还不担心这件事情。好。对，我有看一下他的星盘了。他自己感情方面就是。如果是相亲远距，或者说有人跟你介绍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是你想要的那种男子气概的，他的男子气概更多的是有没有责任心，或者说长远担当肩膀啊，肩膀，然后未来有没有把你规划进去，这是你的点。对，这个蛮准，就是如果只是想要谈感情的话，没有未来你就不会想要。对，因为毕竟我把我的生活过得还不错，我需要另外一半有同等就是这种生活价值的人。等于说他一个人也过得很开心，那如果这个人没办法让他觉得更加成的话，何必还要照顾他？对呀，其实你的心态跟我蛮像的。因为这跟他本质不一样，对，我感觉不正经了。对，但是他本质是很传统，别人都看不到他这一块，太可惜。老师看得出来，钟瑶钟哥会是你的菜吗？谢谢。完全没有心灵的交流。结束了，结束。OK， 结束，结束啊！我们还有很多事要看。对，已经失败。我们去一下游乐园，看游乐园。来，不要公关，不要公开啦，公开什么？不要公开感情。不结婚。孩子的性别，已经公开了，不要公开名字跟脸，对，不要拍照，不要拍小孩的照片，不要公开，哦，不要公开，私事都不要，是不是？对，因为还没想好。比如说，如果是我们先看没结婚的好了，他比较可怜。瑞佳，就如果是谈恋爱公开的话，你还没想好，随时可能会分手有变数，或者说就是万一说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品质是不是真的跟我现在想象的一样，那哪一天吵架是公开吵架就挫赛，就很不好看。你刚才是用很温柔的语气说挫赛吗？挫赛，是要这么舒服的挫赛，挫赛，其实我不温柔，下不温柔。那但是如果是小孩，我们不是感情这件事，是小孩的话，对对啊，就没差。那假设是选到这张牌的话，你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小孩未来是不是要业配啦，是不是要做任何事情，这种规划你还没想好，还没想好就先不要去公开。对，好，了解。好，木木老师怎么办？有没有一点好一点的东西可以？我觉得可以听听，因为已经快录完了。好了，那我们就来讲好的好了。这个没有排名是不是？对，这个没有特别的排名，基本上都算是不错。好，那我们就先从最左边的开始。鸡的有没有在做水鸡的？有，是我。哇，是谁？东
醒你，谢谢。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属鸡它是在这个生肖中，它叫做六合，跟龙年它是六合，所以也是太岁送库的意思。对，所以这个前三名基本上都是太岁送库，容易会有一笔进账，是大笔的进账。哎呦，对哦，而且尤其是在长辈上面的进账是蛮多的，长辈会突然给你钱，有可能会有这个机会哦。哎呦，哎呦，对。哎，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嗯，属鸡就拿了就对了嘛。对，拿了就注意了吧？你好好注意啊！注意吗？还要去？不要再吓唬观众了，不要再吓唬。好的，属鸡的人，你们要那个很开心。属鼠，属鼠的，但是我没有属老鼠的。属鼠的，属鼠这个地方要放点心。红雨琦是男的。属老鼠的呢，不仅仅是财运还算是不错，但是要特别注意哦，就是还是不能太松懈，不能太过懈怠，还是要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哎呦，属老鼠的，好，再来，就是活的最强哎，属猴的真的很好，属猴的就是在这个新的一年财运都算是非常好的哇，不管是在暗地里的钱财。留财，还有就是在表面上面能得到的很多的机会，暗地里是多暗地里，就是可能就是他不是这样子，像是节目上面有可能就是一些投资啊，然后等等的，对，就是包含在就是可能副业这一块的都有是有机会赚到钱的，还有机会拿到房子，对，你很幸运耶，没有，对啊，有机会拿到房子，然后就是最佳，我的副业，我的品牌又来哟，那你走开让肯来嘛。听一下品轩老师，对，半小人的危机，今年上半年从二月到六月，火会有一些些的危机，半小人。但不过你如果度过这个危机的话，你整个下半年其实就是平步青云。哎呦，来看一下图像，来，凭直觉选塔罗牌是完全凭直觉，所以第一张的有人吗？第一张我。哎，我们看到一条蛇，蛇包着婴儿，抱着一个蛋，就小心呢会有诉讼。也就是这么明确哇，这个明显的诉讼，对吗？这么严重啊？研究会难免会有一些口角诉讼，或是你觉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时候，有时候不要太强出头。如果你选到这一张，哎呦 ，OK， 那跟刚刚那个公开感情可以混在一起，你蛮低调的，公开然后就有麻烦，其实我就诉讼。有时候你太强出头，在今年，尤其是上半年的时候，不要太强出头。不要强出头，好，低调点。OK， 有二号的吗？我哦，都女生。太恭喜你们了！哇，来来来，有贵人相助。你以为有一些坏事要发生，哎，就跟你擦身而过，完全不会降临到你身上。所以今年好好的活出这一年，好吗？加入我们班里，让他加入我们班。Yes， 好，有三号的吗？一定是不好的。不要脸，哎，亲了一下，快亲了一下，遇到个好人，不是遇到谁好？好准哦！你的假好人，那怎么办？手中你很，所以潘若迪是我的假好人。拍拍你的肩膀说：“小钟，我太看好你了，真是太优秀了。”这一年，可是这些人有时候我不是我没有指名道姓，因为我其实都不认识，因为我们家没有电视的。OK， 所以但是那你要怎么看你上的这一集？我也不知道，网络下网络都看得到。OK， 所以当有人跟你说你很棒的时候，有时候也不能说不要相信，对，理性的参考，理性的参考，不要全部的，真的。所以有可能是真的称赞我，也有可能是就是假的。人家本来就是这样的吗？有时候你好像问一个真的，你就是被八好人卡了。有智商的问题问一个，智商吗？有智商，然后是真的，你真心想问的。我刚遇到假好人，因为你的特性，你的特性就是一个，要不就是被人仰望，要不就是别人比你很优秀，你会仰望他。对 ，OK。所以如果那个是你很那个人很仰望，大哥长大哥短的，你很容易就会松懈。所以这个是你要去注意的。所以你身边现在有很多小弟吗？一直这边说中哥、中哥什么的。也还好，就大哥而已。就一个。那听起来又有点可怜。对啊。就算是假的也听一下。
耳朵听到赞美的时候稍微关一下就好了，点头示意就好了。假的，他都讲你只有一个，我相信他的话。白宇老师，最后有没有今年一些？也是好的，做 ending。好的，上半年整体运势呢，最佳的前三名来了，第三名要选哪一个吗？不用选，没得选，老天选。好，第三名天蝎座，哇，天蝎座贵人相助哦，然后朋友也对你很好，朋友好，对，所以就朋友多交一点哈。第二名，狮子座，都有哎。新的事业有一个更新的台阶，然后容易被追捧。哎呦，一部戏中两个了哦，对，连线哇，这会大卖哦，这戏，你这戏会大卖，感情会不会不好？感情会不会不好？整体运势，他感情还可以，但是他很实际。所以没有在帮我老公问了。感情原本幸福的是一直会很好，但是觉得很无趣，就无聊。对，就是，但是其实是舒适圈。就现在人就是没有点小刺激，好像就怎么了？就看偶像剧太多，所以我就要搞搞桃花，让他刺激一下。可以可以，就你演给他看，让他。哎，其实你很累哎，你很辛苦在维持这个婚姻啊。没有，不会 relax， 就是因为你 relax， 他才能 relax。不要讲那么多废话，我要抽烟。那是棉花棒，不是棉花棒。来，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牡羊座。两个火象在上，是我。哇！成功了，小百瑞，你们这个戏不得了了，都中了，运势最好的，发烧了，对对对，正在播，正在播。哇，哎，你这个收视应该非常好，还蛮不错的，而且你要记得多劳多得。多劳多得，就是你撑得起别人给你的机会，但是你有没有就是觉得太累就不要，那就不行，可能会累到崩溃，但是这个时候你的运气有抓住，对，然后。之后后面的好几年会好，对，今年抓住，你赶快多跑宣传，对，你是第一名的，你要多跑，你会今天有可能另外一个好的耶，对，对啊，你们都很低调，在说我的收妹的坏话吗？也没有啊，因为三个那个星座都在这边呢，可能来就又多一个没中的了，但是如果大家都想好运的话，2024年如果从占星学的角度看的话。你要就是像老师讲的，敢要勇敢，然后要迎接挑战。很多挑战其实跳一跳就抓得住，那抓得住，你的危机就变成机会，那个潜能会被激发出来。哎呦，对，今年就谁敢谁赢了，谁敢谁赢，谁敢谁赢，对，好，太棒了。所以 Andy 我们就交给我们最，哇，最仰值得信赖的，哎，评审老师，评审，默默都吸气了。选一个号码，最后 Andy 要选谁？来看，上半年什么号？有号码，都很漂亮。OK， 凭直觉选一个吗？凭直觉，对对对，你第一眼看到哪一张牌，直觉最准。哦，好，有一号的吗？我，恭喜你。60%。哦，那为什么呢？40%呢？因为你太能干了。你能干到你没别人帮不上你，你没有空间让别人来站在你旁边支持，所以给一点点空间寻求协助，就是要让他放手一点，寻求协助，因为这样类这种类型的，如果你选到一号，这种类型会比较是我能够自己做的，我就卷起袖子做，我就不想要去麻烦别人，特别是两位，哦，对，小中跟美女，第二张图，第二张有吗？我现场的有。哇哇！当然你很优秀，OK， 但是难免都有人叫做口服心不服 ，OK， 所以那个口服不心不服的时候，有时候贿赂一点，给一点糖果吃，其实是蛮好的，所以你就可以补足那20%了。OK， 因为有时候我们太强势，有些人就会想要扯你后腿，或是你太风光的时候，难免就会有人扯你后腿。所以呢，20%呢，就给点好处，贿赂一下，你就可以达到100%了。OK， 好，来三个耶，三一定最好，全场给你100%。你们就像是呼吸一样的自然，漂亮，别人就很愿意支持你们。认真就是讲了，对，你就是我们的班底，就是你了。
我们欢迎新班底品轩老师。品轩老师。这一次这一部旺，何海瑞的最旺，由我们三个最旺的人来结束。刚刚讲完了，对，现在应该已经播到第六集还是第七集吧？好，差不多渣男也要被惩罚了。然后后面的我这个放浪的女子到底会就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她跟丰田一个，我本来看起来形象很好，但其实我是个鱼干女。然后我跟丰田就里面的角色也有一些故事的线正在走。对，对，所以请大家锁定 HBO Go。对，有够，因为 HBO 很久没有台湾，就是有台湾的第一部上戏了，第一部吗？对，第一部真的，然后这么受欢迎，恭喜你了，谢谢，谢谢老师。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叮。